và thân phận mặt trời.我就会带大家镰仓一日游，用咗一个钟头，我哋就由酒店直达呢个镰仓啦。我哋而家去买 pass 一下。镰仓市到处寺庙林立，今日就带大家嚟个不一样嘅镰仓，可以话系一个令人心灵平静嘅宗教之旅。第一站，我哋就嚟到保存咗宋朝禅林风貌嘅圆觉寺。圆觉寺系以坐禅为基本修行形态嘅寺庙，寺里面嘅选佛场亦都系以前僧人特定禅修嘅地方。嚟到明月院。呢度必访嘅景点就系呢个正殿，由圆窗望向窗外嘅庭园，就好似欣赏紧一幅好靓嘅画作一样。呢度除咗圆景欣赏，有时仲会遇到呢个不速之客。我哋行五分钟嚟到建长寺啦。有镰仓五山第一禅寺之称的建长寺，是在镰仓地区地位最高、历史最悠久的寺院。这个建长寺的庭院很漂亮，你看看好像画一样。这个慈泉庭院亦都可以说是最吸引游客的地方。而这个金碧辉煌的堂门是指定为国家重要文化财的建筑物之一。之前就嚟呢个小丁通道所扫街依依套先。镰仓小丁通系镰仓知名嘅一条商业购物街，集中咗当地嘅特产同埋正宗嘅日本小食店。啊，见到呢个芝士挞咧，超级正啊，好吸引。好正啊，佢哋真系芝士馅。我见佢咧，佢系整咗个窿咁样啦，跟住接咗我芝士入去咯。咁正。我就揾到我最中意嘅嘢啊，你睇下。呢度简直每行一间都好吸引啊！我嗌咗呢个人气 number one 嘅紫薯可乐饼啊，热辣辣炸噶，好正啊！好厚，嗯。呢条馅要劲多紫薯馅，仲要有烟出噶，热辣辣噶，好食啊！呢只咕咕喺度偷食啊，将大家跌咗落去地下，系咁掟掟掟掟，完全唔怕。掟掟掟掟掟掟掟。见到呢度嘅小丸子有好多唔同嘅口味，连平时唔中意食小丸子嘅我都好想试下。我就嗌咗呢个四色嘅和果子啊，佢系人气 number one， 因为佢有四只半。试下第一个先，有樱花第一个系。啲青柴好好，有樱花梅啊嘛，绿豆、青豆。个青豆咧就似一个香港嘅糯米团，跟住我试埋呢个栗子，呢个香啊！有好香嘅栗子啊，咸味。有咩个抹茶？抹茶红豆应该系呢个杯装嘅敏仔鱼寿司。我哋啱啱嗌咗佢呢一个好出名嘅敏仔鱼寿司的杯啊，即系以为佢系杯装咁样嘅，淋淋好啫喱咁样嘅感觉，好鲜味啊！但系嚟到镰仓，点可以错过呢间咁出名嘅食物手信店呢？认住佢嘅鸽子，大大间白色嘅外墙，门口仲有好得意嘅鸽子招牌，真系好容易认得出。除了必买的鸽子饼干，这里还有造型相当精致和季节限定的羊筋和果子卖，我都忍不住买了一些手信回去啊，还有味道都非常好吃，下次经过我都一定会再买多几款回去作为手信。扫完街继续出发去下一站鹤岗白潘宫。鹤岗白潘宫被誉为镰仓市的精神指标，是一座供奉武士守护神白潘神的美丽神社，至今已经有超过800年的历史了。看看这只松鼠还在望镜头，真的很可爱啊。
通往神社的两侧还有两座祠堂，我们还可以沿着这么漂亮的祠堂散步，还遇到不少的动物添啊。行完八官宫之后，我们现在就吃东西先，之后就去长谷寺啦。当日来到见到不用排队，挺正啊。来到江之岛不吃敏仔鱼饭就等于没来过一样，怎可以不试下。我这个就是敏仔鱼的一半生和一半熟的敏仔鱼饭。首先呢就将这个豉油和这个芥末酱捞在一起先，跟住呢原来是将鱼呢点了豉油在这里吃，而不要捞饭吃。我们刚才一直都在那里将鱼呢加上饭一起吃，原来这样会失去了它的鱼的风味，很鲜味，有少少 wasabi 吊味，很得意，辣辣地，很香了。吃饱饱之后，我们就来镰仓看大佛啦。这个高德院镰仓大佛是青铜制佛像来的，也是日本第二大佛像，更加是日本国宝级的重要文化财，供奉了本尊阿弥陀佛，绝对是观光客第二个必定要来的景点之一啊。除了围住大佛参观，还可以去埋镰仓大佛所在的高德院参拜。参观完高德院的镰仓大佛，向前行多几步就会来到长谷车站的大佛通商店街。耶，终于有嘢食啦！睇下大佛偷食唔抹嘴啊！佢食咗啲抹茶，我咬佢个头啦，好似好残忍咁样啊！饼干嚟嘅，曲奇好香，甜甜地嘅，好香。哇，佢里面都煮咗馅咯，都有啲抹茶啲碎粒，都有啲糖粒，好好食喎！我估唔到佢里面有咁多馅，好正喎，好有诚意喎都。我觉得呢个 pancake 咧好多重口感啊，佢里面有啲脆脆啊啲咁，跟住又有啲软绵绵 cream。跟住咧食到有啲蛋糕咧，朱古力蛋糕 ，Timmy 好多唔同嘅味咯，仲有抹茶嘅粒咯，好好食啊！之后我哋就嚟到长谷寺啦，一入到嚟咧就见到一个好靓嘅庭院啦，佢收葺得好靓。长谷寺亦都系非常之热闹嘅景点之一，又叫做花之寺。呢度一年四季都有唔同嘅花可以欣赏。尤其是梅雨季节的绣球花就最出名了，而今次我们就是秋天来的，也都有红叶映衬住，也都有另一番的感觉啊。长谷寺是以菩萨雕像而出名，在寺里面随处都可以见到各式各样的菩萨雕像，而长谷寺里面就供奉着十一面的观音立像，亦是日本的木制佛像来的。上到长谷寺还可以看到镰仓的海边添噶。来到镰仓基本上是可以漫游大半日，所以今日就以镰仓为主，而在镰仓的最后一站当然不能够错过这个耳熟能详的热门打卡位啦。我们来到这个镰仓高校前啦，好得意啊！看到这里不会估不到吧？没错，就是小个卡通男儿当入樽的经典一幕啦，还可以看到电车经过的画面，够晒特别。江之电是很古老的电车来的，这里天气好的话还可以看到江之岛，
可惜今次白茫茫一片啊。跟住我哋又搭船暂时搭翻去新小洋酒店啦。我哋由呢个江之岛搭呢个单轨电车嚟到呢个大船站啦。哇，好正啊！中意试到呢个海路汤啊！我最中意食虾，热辣辣，正。龙虾汤加啲即系番茄嘅，但系好好饮，好正啊！晚餐就拣咗呢间以健康同新鲜食材为主嘅餐厅，当然唔能够错过呢度必食嘅菜式鸡料理啦。我哋嗌咗呢个沙干，即系鸡干生食咁感觉，加沙姜，即系落咗啲葱咧，加埋嗰啲姜，又唔系话好奇怪嘅味道。辟咗个味，系咯，系生食噶嘛，系有啲咬口啊嘛，即系九食啊。试下呢个沙律先，佢啱啱喺我哋面前咧系咁捞，分埋俾你，分铺埋俾你。嗯，咦，几得意喎！佢落咗啲沙姜粉，食鸡嗰啲沙姜粉。好，好搞笑啊！原来佢落咗啲热浪嘅薯片啊！热浪感觉俾薯片俾你，佢应该真系落咗热浪薯片碎咁样咯，即系食到有薯片碎嘅味道咯，但系好淡喎，同个沙律。我咧第一次咁食，下次可以咁食，一个健康嘅演戏。試下個明太子蛋先，我會將佢分開一半一半咁食。好食，一啖肉子，一啖明太子。呢個明太子反而唔係好合，佢夾埋嗰個蛋咧。點沙律醬噶嘛？係啊，沙律醬啊嘛。嚇？應該放你。我陣間下一個再試下個蛋，跟住但係個明太子加埋個蛋咧，就幾夾，冇咁合。因為蛋係淡面嘅。咁雞肉好食，非常奇怪。唔會嘅，雞蛋沙律咁樣嘅嘢。咁樣咗呢個咧，就點埋呢個沙律醬食嘅，試下咩味？又係另一個口感，好似沙律咁啊，但係又幾夾嘅都。即係點沙醬同埋唔點都係另一種味道咯，但係都係好食好夾。我哋嗌咗個雞卷啊，一個芝士口味，一個係芥末口味，黃芥末。我好搞笑，原來佢係白嚟喎。係咩？地。嗱，雞嘅肉，好白嘅肉，加包住啲飯咯。包你飽。味道係咁樣喎。中學。我以為係成個雞肉咁樣咯。但味道點樣？啲係煙肉，佢出面嗰層皮就鹹鹹地嗰啲汁，但芝士就真係好食嘅，好似 M 記嘅芝士。M 記芝士。你咁嘅嘢。黃色嗰只咧。冇肉咗食物。試埋呢個黃芥末嘅雞卷飯卷，我都係吉，焦吉嘅味夠濃啲，比起啱啱個吉，都係加埋個黃芥末嘅口感比較重。芝士應該原味啲啊，芝士淡味啲。有呢一個鐵板雞啊，但係咧，我見佢咧有啲生肉咯，仲未熟嘅咯，我唔好接受到，所以我揀咗個熟熟三成熟，看似熟嘅，試下先。呢個好食嘅呢個，佢加啲汁落去。佢點咩醬啊？好似有啲油脂味啊，油脂鹽啲太辣辣地喎。跟住個雞肉嘅味道就比較淡清嘅，冇咁硬啊咁樣，同埋個雞味，但係配咗啲調味料咧都幾香咁樣。要錄下，我要睇下呢個哥表演生食雞肉，生食噶呢個位，真係見識少。日本仔雞翅親都咁食啦，等我點啲汁先。睇下佢表演，佢好中意生食嘢咯。好正，好 juicy 啊！因為生食，因為炭火香咧，好香啊！好似用嗰啲好原始嘅炭火咧烤出嚟，好香，香味。佢香嘅呢只走地雞咯。佢嘅走地雞好韌咯，但係佢唔係啊，佢係幾嫩滑嘅都。睇下呢個仲係未熟噶。我食啫嘛，唔係你食。唉，好彩我揀曬啲熟嘅，即係鵝佬碟，熟嘅全部都係點雞蛋食嘅。啊，呢個好熟，所以
有啲好香嘅，得啦，佢都出得唔好鹹，點咗雞蛋咧，好滑啊！得而家啲肉係一粒粒咁樣啊，佢有口感。佢臨尾咧，仲要送咗呢一個味噌俾我哋，兩盒味噌，但我哋唔知點樣食咯。要沖熱水。我哋冇熱水，但係沖出嚟俾我哋，我哋唔好意思拒絕啊。然後咧，將熱水倒落個口度，就將啲味噌倒落個口度。我睇呢條哥表演啊！哇！你睇下呢個女人幾中意食 M 記，我哋第二次嚟到日本，第二次食啦。其實呢個咧先係佢嘅正餐，頭先我哋食嗰啲都係副菜。好食啊！但係我覺得佢係炸得好香脆咯。假如我哋帶咗翻嚟食，但係都好香脆啦。你睇咧，又食呢個朱古力派啦，有幾咁中意食啊？好食啊！呢個派真係啊，大家見到一定要試啊！真係多謝大家收睇，歡迎你哋留言話俾我聽，你有冇去過镰仓？記得俾個 like 嚟支持一下。還有訂閱 Cafe Monkey 啡馬騮啊！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，拜拜。